他闹跑了。啊？好事啊！那怎么突然变跑啊？奶油！一下一下。真的闹跑。自己回家吃了，自己回家吃。哇，这个吃完就算得下了。这个太好了，好吃好吃，动弹不惊。这个吃完就算得下个裤子了。闹塞一个礼一个礼拜的早餐，你就那件裤子的原尺寸接近了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